的人这么多，对啊，你们大家都骑机车啊？学生啊，海大学生。海大学生有这么多人吗？有这么多海大学生来这么晚吗？对啊，也有可能是台北来的啦。在基隆车站随便吃吧。是啊。嗯。还是你想吃什么、啊、都可以啊。你要一起吃吗？可以啊。就你说你想吃九份。你随便，你看你有哪边有什么推荐的这样。推荐。嗯。那个海大的贵族你吃过了哈？有啊，吃过啊。哦，好，那就算了。没有啦，我就问一下啦。没吃过。本来之前要吃的，然后后来那时候打九折，然后好像人太多了。对啊，欸，那时候我也是趁打九折去吃啊，可是服务就不好啊。对啊。贵族之家，真的还假的？海大太远了，不然去新丰街也可以啊。我新丰街我可以坐104这样。新丰街也有的，对吧？还是没有？有啊。你说有什么？也有类似的啊。看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啊，海大附近的都 OK 啊。很推荐吧，这样我对海大的人又不熟。最好是啊，你之前都拍拍照的。可是我对吃的没有什么研究，以玩居多，吃的人比较少这样。老要给政治养。啊，对对啊，问政治养，那最清楚。
敢吃铁板烧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在哪里啊？欧林，在往市区的路上。那你这样不是还要回来？没有，直接带你去市区啊。那你这样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从市回台北吗？再从市区回来啊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可以啦。你有吃过吗？有啊。右边也可以走。右边。对啊，我还是不要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可以走啊。然后下车吧。不用，那边有车道可以走。这样超喜欢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这里吗？对啊，下一个吧。这一块啊，这一块过去啊，对啊，他说他超喜欢这个地方，一直很喜欢来这个地方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这还好吧，很普通啊，真的特别的。啊，糟糕，我在录影这样，都把我们对谈把它。